你一世人嘥几多时间用嚟排队？根据非正式统计，地球人除咗瞓觉之外，每日起码有五分一时间用嚟排队。朝早翻工要排队搭车，排队买早餐，排队搭 lift， 喺公司要排队去厕所，排队应印，排队饮水，排队等老细开会，食晏要排队，晚饭要排队，买嘢俾钱要排队，排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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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乜都要排队，几时先唔使排啊？用 Smart 通 Care 摇佢取票，唔使去门市排队，仲唔 download？